现在轮胎拆下来，这个夹层里边还在串气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里猫头叉，好，可以了，好了。哪一轮漏气啊，哥？这一轮。左后啊。我站这能行吗？行行行。啊，这怎么有一个细铁石呢？那细铁石定位，老板定位，你放里头就行。还吸在下边呗？定位。啊。现在要哪开哪就得知道。这就是定位啊。嗯。这粘上就不会掉、哦。不掉。我来给你吸上面。磨也太磕了，对，要没花纹了，这线都要磨出来了，啊，这得先换胎了，这扎了个钉子，嗯，看看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，这不一定漏，这铁片。现在轮胎拆下来，这个夹层里边还在串气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里有气儿啊！这个夹层里边串气儿，补过蘑菇钉之后，然后补上之后再看一眼吧。
先把气压打高了之后，这个轮胎最高压力是三个半，打到最高压力值之后，然后再给它放到标准压力，一会儿做动平衡的时候刻住小一点，这里能贴合的更到位。再做的标记，再给你擦掉。你不做动平衡，直接就给你装上去。这胎也可以考虑换了，这里边磨平了，外边花纹还挺好。慢开啊哥，那个胎压传感器等着一跑自个识别就好了。好，行，没事没事。